我没有钱还，他们说要杀死我。你不要怕，再大的事有我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快告诉我，他们为什么要杀你？是这样的，我有个姐妹，她爸爸要换心，她妈妈要换肾，她妹妹要换肺，我就借了高利贷，到期还不了钱，他们说要杀了我，拿我的心肺跟肾呢。这么狠呐、啊！我马上开支票给你。我，你笑什么？我抽筋呐！哎呀，呀！喂，阿娥，阿如有没有找过你呀、啊？什么事啊？那个死丫头拿我们的钱赌马输了，现在她失踪了。如果你看见她，马上通知我们。哎，你现在被打成神经病了，这个世界对你来讲也没什么价值了啊、哦。哎呀，那知识球值多少钱？一毛钱。这层楼呢？一毛钱。你爸爸呢？一毛钱。你的命呢？一毛钱啊。那就好了，那我给你一块钱已经多了，连本带利去还高利贷去吧。好、啊、那你不就叫我死吗？叫你死你不死也没用了，打主意想骗我的钱呢、啊、好啊，你什么都知道了，那你还见死不救？为什么你不坦白地告诉我呢？我惭愧嘛，每次都要你帮我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是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好朋友，次次都来找你拿钱，我心里也难受啊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啊，就帮你这次。多少钱？数目不是很多，一共80万。什么？80万？我开银行啊。谢谢你喽，看在朋友份上好不好啊？朋友也没这么多钱呢。你刚才还说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吗？刚才谁知道朋友这么贵呀、啊、那好吧，那我这个朋友你说值多少啊？啊，5000了。你说什么？5000？上次都值15000了，亏你说得出口。说不出，现在银行加息，货币又贬值，不是5000是多少？好，既然你这么绝情，我也不求你了。你不要拦着我，我要去自杀。喂，你别胡来啊，我死给你看。好，让我听完电话你再死。我会自杀好难呢。喂，张小姐，有个叫 Peter 的人今天取消了你的联名户，提走你的钱，还卖了你的物业。什么？他拿了我的钱，还卖了我的物业？是啊，张小姐，你的房子只能租到这个月底了。那我没房子住了。那我就不大清楚了。哦，我的律师费什么时候给我呢？去你妈的！应该我死才对，是我死。不行，我死了阿如怎么办呢？好吧，先杀死他，然后自杀。我是很有决心死的，我现在绑住自己的脚，等一会儿你帮我开煤气，然后出去几个小时再回来，到时候我不想死我也走不出去了。好，我帮你绑。好，会不要反手绑了吧？要，因为我不打算用煤气，我打算用刀捅穿你的心，让你死得痛快的。糟糕了。好啊，还有个方法，切腹啊，让肠子肚子全都流出来，流得满地都是，够痛快了吧？不行，切腹要留给自己用，让皮特看见了恶心他。好啊，为你说什么呀？阿如，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全让皮特骗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死，可是我不想留下你一个人活受罪，所以我先杀了你，然后切腹自杀。你刚才不是说想死吗？喂，我现在不想死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既然是好朋友就要一块死。喂，阿娥，你冷静一点，为了那个家伙去死你值得吗？千万不要啊。我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，那就更不值得了。我活着连累朋友，死了又连累街坊，就算我不死，活着也丢人呐。所以我不想你丢人呐。啊！过来！啊！
不要，不要，哎呀，快点呐！留下他会不会出事啊？回去看看。喂，阿娥，你怎么样啊？喂，喂，阿如，你是不是我的朋友？是啊，什么事啊？那你帮我个忙。帮什么忙啊？帮我自杀。啊？自杀？你是不是真的决定这样做了？嗯。有没有遗言呢？唉，想不到我们一场姐妹，我这次害死你了。你没害我，而是帮了我。你帮我脱离了痛苦，让我去极乐世界。哎，你车来了哦！喂，喂，准备好没有？等车子开过来，你千万别怕，闭上眼睛一头撞上去啊！别怕，别怕！撞啊！撞啊！快撞啊！快撞啊！快撞啊！赶紧冲出去啊！冲啊！弟弟，喂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怎么突然停下来呀？你没看见他站着想自杀？你应该踩油门把他撞死才对嘛！大哥呀，大哥，麻烦你把车推回去，我还是站在那边，你加油门冲过来，撞死我好不好？谢谢你，请你帮个忙。神经病你！哎呀，怎么这样都撞不死啊？哎，又有车来了，我们撞过去撞两天啊。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不要怕，稳着点，不要怕，闭上眼睛，跳出去，跳！哎呀，又失败了！你没吃饭呐？跳都跳不动，对着位子撞过去嘛！闭着眼睛怎么跳啊？神经病！我神经，不是说你笨，我笨，你行，你跳给我看。好，看我的！好。撞到人了！撞到人了！你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撞上了吧？撞是撞上了，不过你没撞死。哎呀，我是给你看的嘛！那怎么样啊？等一会儿呢，你就用头撞上去，我保你会死。有车来了，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没有？冲过去，冲过去！啊！小心啊，慢一点。阿如，真不好意思害得你这样，不过这次不会了，绝对不会害你的。但愿如此了。我跳了，你走开，免得连累你。哦，等我走开了你再跳啊。哦。来生再